生活宝宝又来啦！今天是周三了，奶宝又放假在家了。你们呢？最近上网课累不累？还是舒服的在家打游戏呢？这不，今天啊，奶宝刚起床，群里的小伙伴就叫奶宝搞水友赛。也是，很久没有举办水友赛了，那咱们今天就搞一场吧。老规矩啊，在群里发房间号码，先到先得。本来之前我们都打了一局，但是这个猫竟然放水了，这个可不行啊！我们可是公平公正的比赛。好你个小母猫，看你长得这么好看，竟然被后搞偷袭，看我不给你眼镜打掉！还浪起来了，小样吧，被打趴了吧？你们先撤，我去揍这个小母猫。我猜啊，这个小母猫肯定没点被动，果然啊，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个小猫竟然没有信心。小伙伴们，现在竟然还有人没有信心吗？是不是不知道奶宝的抽奖大法呢？喝个药水再去救队友。怎么样，七贝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我可不是故意的，等等，还想抓我杰瑞兄弟，我就站在这等你，快跑，我可是三级无畏。一个大爷竟然被逮住了，没想到他还有暴怒。好队友不抛弃不放弃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了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哦，爱你。